今日被訪問的家族負責人，如果用兩個嘅四字詞語嚟形容嘅話咧，就係、是、風趣幽默、親切坦誠。因為弟兄姊妹去到佢身邊咧，就有好多嘅歡笑聲。當聽佢去分享嘅時候咧，你好感受到佢嗰種嘅真誠嘅喎。咁呢個弟兄究竟係邊位咧？就係、是、我身邊嘅阿梁關文良弟兄啦。阿梁，我知道咧，你係中學信主嘅喎。咁嗰陣時咧，係點解你會信主嘅？啊！嗰陣時咧就啊，我記得嗰時 repeat 中七，咁嗰時咧就有個教同學聚會啦。咁聚會下嗰時就去到屋企再傾偈。咁後屘咧就有一個信咗主佢原來。咁我哋屋企佢會信主啦。咁咧跟住咧佢就我哋講恐龍咯，因為嗰個年代咧就《侏羅紀》嗰套電影幾 hit 嘅，咁所以就好吸引到我啦。仲記得嗰時同佢傾偈喺屋企啦，傾到一點鐘，咁佢俾咗啲信息我。咁後屘我就之後咧就屋企去聽啦，嗰時候得閒啊。咁聽到話啊，好勁喎嗰啲信息。咁跟住咧，之後咧就信埋主，就翻埋教會啦。孩子長大嘅過程中，都需要父母嘅扶持，信仰都係一樣。阿梁佢喺信仰當中又係點樣成長嘅咧？如果喺信仰上最幫到我咧，其實就如果你話真係最幫到咁，一定係得牧師一個啦。因為其實就信息佢分享嘅，因為點解會翻緊教會呢？咁其實都係因為好即係好勁嘅成嘅話語，同埋因為我哋嗰年代咧就教會又唔係話咁 feel 嘅，咁變咗所以咧其實主要都係日常生活就係聽帶，咁所以最幫到都係牧師。但係當然啦，其實係喺教會嘅成長啦，無論我嘅之前嘅家族富人又好，甚至身邊嘅弟兄咧，其實就好多時都係佢哋嘅輔助甚至分享咧，令我去不斷去成長咯。哦，咁謝神。係啦，我哋嗰陣時候係出名嘅沃敏教會嚟噶嘛，咁我哋即係成日都即係聽帶啊，即係成日話真係好幫到我哋。咁但係青少年啦，咁始終都會可能即係想拍下拖啊，認識下即係身邊唔同嘅人。其實喺你生命當中都有冇嘅咧？其實咧就拍拖咧，當然啦。咁你話未信主前又見到啊，確實睇啲咁嘅電影都會有呢種嘅同景嘅。但係好特別就係嗰時翻到教會咧。咁其實聽咗好多真理啦，咁變咗你又唔會講粗口啦。有時喺學校你會懂得關心人啦，又或者幫下人啦，男又幫下女又幫下，頭你會好多時做好人嘅。咁其實咧，當你喺一個咁嘅男性咧，喺加埋我自己都覺得唔係太差啦嚇。咁咧其實喺嗰時候覺得喺大專咧，咁其實真係會引起一啲異性嘅注意嘅。咁所以嗰時咧真係咧係一個即係點啊，行得就會即係比較會 friend 啲咯。咁嗰時都知係唔啱嘅，咁但係咧即係始終似有嗰種即係你知啦，年青人啊好似情啊咁啊，好似幾好。不過當然最尾啦，咁其實內心不斷知道唔正確，咁後屘就祈到神啦，啊神我落去啦，我知依樣嘢唔正確。同埋嗰時最記得就係同家族份講話有咁嘅情形，咁我嗰份都講話如果即係神預備嘅，咁將來都實有嘅啦。咁其實就唔需要喺呢個時候追尋一樣嘢。哦，好感謝神喎、哦！即係喺三個 G 嘅裏面，呢、這個 girl 咧，你就即係勝過咗啦。喺當年喺你年青即係讀書嘅時間，家人嘅唔明白係難咗信仰上最大嘅問題。唔知阿梁係點樣去決定令信仰堅穩嘅咧？冇錯啦，因為我家人佢哋本身就唔認識神嘅，甚至因為我哋教友比較出名啲咧，咁其實佢哋好多時咧都會有種唔明，但佢哋會發覺啊，做乜細佬啊花咁多時間喺教會度，甚至好多時咧佢哋約我食飯咧，啊覺得好似咁困難咁樣嘅，咁但係就我諗啊，最一樣嘢啦，咁其實我都會明白佢哋，因為佢哋唔信主。咁如果其實佢哋有時唔明白我所做嘅事情嘅，甚至可能屋企人嗰時又想我去外國讀書啦，諗住話你讀完出嚟high 啲，咁不如出去外國咁啊一兩年讀埋個學位翻嚟，咁幫助你事業更加好嘅。但我知道話如果去咗一兩年，話咁覺得話啊值唔值得咧？咁當然我最終嘅選擇仍然係留喺香港啦。咁甚至可能出咗嚟做嘢啦，咁啊～我家人覺得啊，你應該要更加去叫做進修啊，所以喺你嘅涉度更加去成功，甚至可以喺我嗰份即係建築上考啲牌咁樣。但我亦知道，如果我要更加專業咧，所用嘅時間又係唔少，同埋自己本身知咧即係嗰樣嘢唔係咁輕易嘅。即係我見到好多人同埋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咁所以我嗰時都會選擇究竟我選擇地上嘅成功啦，
你係繼續喺教嗰度去默默耕耘咧。咁所以最終咧，其實當我諗清楚就神係真嘅。咁我亦知道神翻嚟日子真係好快啦。如果你話嗰時候機會跟我阿哥去佢公司做生意，就離開香港，咁又去第啲國家發展，其實會真係喺經濟上會更加即係富庶。但係我知道，其實可能有一剎那嘅開心咯。但我之後我知道，其實佢哋即係唔係永恆。咁所以就算到而家依刻，我屋企人都係唔明點解我要擺咁多時喺教會。但係其實咧，我知道咧，總有一日咧，即係其實佢哋會都去認識呢個神咧，佢都明白我所做嘅。一般人尋找快樂都是圍繞住自己的開心，你有沒有想過侍奉神的喜樂可以祝福到其他人呢？那時候做了9-9100人左右，那時候其實自己真的很開心，在錄帶，哇，跟著數，哇，自己錄到300餅、400餅，即是其實那種自我價值呢，是從未以前有的，就算以前讀書說曾經說過，啊，挺開心，但呢，都沒有那樣東西，就哇，即是錄到這麼多餅帶，可以祝福到教會這麼多肢體呢，其實那種滿足感呢，其實就真的很開心。而這相信呢，就是我想想就是神的話咯，就是那種呢，可以即好像你說重生，你重生了之後呢，你就很想做很多屬於神的事工的。其實呢，我想相信看到很多好的見證咯。其中我記得有一個就阿賢啦，咁我哋都知佢係我哋是一個好偉新嘅全職。咁仲記得嗰時咧，佢離開咗世界。咁後屘咧，佢有首歌啦。咁嗰時即係講緊佢好想侍奉，大家佢冇機會嘛。所以嗰時嗰一刻就係諗下啊，即係因為嗰時又幫手跟進家聚咧，其實你見到自己咧啊，即係神即係俾咗某啲恩賜我，尤其是嚇即係對住班年青人，真係能夠去挑旺佢哋嘅。咁會諗一樣啊，如果神俾咗我，可唔去用？將來去到審判台前又點算呢？即係成日有咁嘅概念啊。咁變咗咧，又諗下啊，我都係應該要委身。所以我最記得嗰時咧，就睇好多天堂嘅書籍，即係有乜天堂書籍咧出去買，甚至教介紹啲去睇曬。咁就係啊，其實天堂嘅真實係點嘅咧？咁咧讓自己咧將個思想啊定睛喺永恆多啲，冇睇咁眼前嗰種辛苦。咁所以我最記得就係，在一個我沒有預備的情形之下，突然之間就說啊，其實有一個家長要幫手去 接手 去帶了。所以那時我也知道時間是到了，因為其實即說真的，我帶家長比較後期才帶，其實我都可以說做很多年跟進完了。其實都是可以說已經是已經比較唔即係喺一個唔係好陌生情況之下咧去做，我相信又係神嘅旨意，因為神知道我唔係咁冒險嘅人嘛，所以咧神都等我啊比較有把握啲啦，啊跟住咧你個心態又比較正確啦，咁跟住咧就可以話俾個家聚我去負多啲責任咯。神嘅意念高於我哋嘅意念，當我哋願意尋找神，被神帶領，一步一步嘅改變，更似神嘅時候。神所赐予的祝福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正如好像婚姻，我想如果我不信主，我又不会选择去等到差不多40岁才印证去结婚。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要跟随神的旨意，所以我才会选择印证的方法，相信神 我选择最好。不当然即经过这么多年，即係望到身邊咁多嘅人，甚至啲同學結咗婚3-4個月，又話離婚啦。我話：哇，你真係嘥咗我個人情啊！即係講笑咁講。咁但係真係，但係我見到就係教會好多未有見證，甚至當即係開始進入婚姻啦，即係我先發覺，哇，原來真係成日啲領袖講得啱。如果香港女性，如果佢唔係信咗主咧，咁有教導咧，其實真係即係做佢丈夫都幾難受。但係發覺原來真係有教導嘅基督徒，即係一個賢德婦人咧，原來咁唔同嘅。阿梁啊，在你现在的侍奉里面有什么的推动力和一些价值是令到你是不停地乐意去侍奉的呢？我想其中最要推动力就是这个永恒的盼望，当然另外一种就是当好像现在有机会咁够安排我是负责去帮一些年轻人。咁就你當望見呢班人，即係雖然我哋又冇即係骨肉啦，但係就可以望到呢班好似熟靈骨肉咁樣咧，即係好似栽培佢去慢慢長大，而喺神面前咧，佢哋自己獨立已經有自己個人嘅信仰啦。咁其實呢種嘅喜樂咧，我相信就即係好似我哋牧師成日所講，即係其實即係你湊大一個熟靈兒女，有時咧
嗰種嘅先嘛開心，就我記得牧師講，其實佢點解其中一樣話咁委身喺要分享神嘅話，即係喺信仰當中，但係有時見到弟兄姊妹嗰種成長，咁我亦係即係亦感受到咯，就望佢哋嘅成長咧，其實自己覺得話啊，真係即係之前所作嘅係冇即係冇白費。阿梁，我知道咧喺你嘅信仰路上有好些嘅前辈咧向来跑得好，但系之后咧都垂流失去。不论系你嘅家主啦，又或者系你嘅即系对一，甚至系你啲好朋友，都即系陆续去离开咗教会。咁你点样去即系持守住你嘅信仰嘅咧？神翻嚟嘅日子真系好近，大家就继续去努力啦，就去珍惜。因为我见到有好多。乜嚟信仰？所謂本身行得好，後屘佢跌倒，好多時候佢哋唔珍惜，或者係一啲嘅唔明白而離開。佢冇睇個信仰，哦、我一唔明白，我明白神點解咁做啊？或者唔明白一啲你就咁做，佢有時唔係離開一間教會，係離開一個信仰。我見到，即係我見好多人係離開咗教會之後咧，佢完全就冇翻教會。所以當我哋看呢個信仰，可以比個婚姻一樣係更加去即係點啊認真嘅話，其實你唔明白。唔緊要，但係最後你係咪唔明白到你覺得神係假先？正如我覺得我結咗婚，佢係我太太，我唔會唔明白到佢唔係我太太嘛。所以我相信有時神用個對比就是、啊，我哋好似我哋就係教會就係神嘅辛苦。我相信如果你真係一個辛苦嘅話，其實你唔會咁輕易一啲小事你就離開你嘅先生咯。咁所以即係俾個即係一個鼓勵，其實。我哋即係嗰信上來嘅，所以我哋繼續抱住你呢個珍惜嘅信嘅心態，認真看待咧。咁其實我相信，喺呢個即係神就翻嚟日子當中咧，神係一定會去繼續去帶領我哋，去直至我哋即係能夠去面見佢為止咯。阿梁啊，你有咩嘅鼓勵嘅説話可以俾弟兄姊妹咧？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勸勉就俾啲年青人啦。其實佢哋侍奉多，即係其實唔代表佢哋信仰係一定好。當然啦，你唔侍奉咁啊，梗係信仰就唔熱心啦。但係最主要一樣就係，當佢侍奉多嗰時，其實佢哋自己有冇喺神嘅話繼續去扎根，而係喺侍奉。其實正如成日牧師都提，侍奉係幫助我哋塑造性格。但係反而我見到有好多人係侍奉，而係暴露咗佢嗰啲唔好性格，但係佢並冇去塑造到咯。歲月每刻點滴塵世，永是我心珍惜極致，永念一愛者。完全献上回报爱的恩赐。